大家分享一下赵松廷老师的笛艺十讲。笛艺十讲呢，是我们在练笛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的教材。那这个教材里面呢，他把这个笛子的基本功，好像音阶练习、八度音练习、南派、北派的技巧，好系统化、科学化、比较标准化的提出来。那所以很建议所有学笛子朋友呢，都应该要好好练一下这个十讲的内容，对笛子的这技术面有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一讲当中，赵老师提出了就是姿势跟口型，那他也写了一首顺口溜，那大家可以自行参阅。那这个顺口溜当中呢，我提出过比较有心得的几个部分，一个就是大拇指跟小拇指部分。顺口溜当中其实已经有提到了，手指头自然放松，盖住孔就可以了。但是不用盖孔的大拇指跟小拇指呢，要放在哪边呢？它必须要起到支持的作用。好，大拇指必须在笛身的正下方，左手的大拇指在第六孔跟末孔之间的正下方，右手的大拇指在二三孔或是三四孔之间的正下方。那大拇指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托住笛身，支持笛身的重量，这样活动当中的手指才能放松。那小拇指呢？小拇指如果可以的话，轻轻的靠着笛身。那有人小拇指特别短，可以稍微轻松的靠在无名指旁边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姿势呢，是为了将来，如果我们需要加孔笛的时候，也可以按孔。好，它必须固定在这个位置上。再来就是必须要保持放松。好，再来就是口型的部分。赵老师提出要吁，或是吁吁吁吁吁吁。吁吁，就是我们在吹笛子的口型，吁。那重点就是什么？重点是不要拉嘴角。你看，吁吁吁吁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中的两侧上下，吁，往中间集中，吁吁。千万不要去拉嘴角，拉嘴角会造成风门过大。那不管我们在吹低音还是中音还是高音，都必须保持这个口型。关于练口型呢，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进阶者，都建议有个镜子来辅助，因为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嘴型的。那这几年有一个新的产品呢，作为一个辅助吹笛子的一个工具，就是这个口型镜，它可以随身携带，就不用像以前我们还要专门要去找有镜子的地方。那随身携带就是直接把它锁在我们的笛头上。那基本上这个呢，大概从大 G 到小 G 都是可以使用的。锁在笛头上之后呢，把它调整到位置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嘴巴。对，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不是有拉嘴角，还是风门有扁平的状况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辅助工具。好，这是竹笛的口型镜。